主料：黄鱼375克，鹌鹑蛋6个，毛豆少量。辅料：白糖、黄酒、菜油、生姜。咸黄鱼提前用清水浸泡一天，加入白糖、生姜、黄酒、菜油，加入青毛豆、鹌鹑蛋，水开后放入蒸锅，大火15分钟关火，关火5分钟后开盖取出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咸黄鱼要事先用清水泡一天，去除多余的咸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